接下来要决定你们去留的，并不是在台上的这五位老师，而是森林之王的50位工作人员，包括导播、我们的乐队老师，每一个人手中会有9票。今天我们只会留下3位选手。其实我们跟你们的相处并没有工作人员跟你们相处来得多，他们可能更了解你们私底下各方面的状态，其实私底下的行为都要非常的注意。